陈立焕，最后三秒钟，阿吉要不要选择这球打掉吗？哦，脸还被打到了。在篮下刚刚有一个激烈的对抗，阿吉暂时没有办法站起来。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哇，应该是林书伟的右手肘从后方打到了阿吉，超了，对，直接在落下的时候，因为他被骗到跳起来了，所以他落下的时候，哇，哎呦，这个手肘直接敲到头上，哇，今天敲头的球员好多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有 WWE 的主播，对，先不要。德威的进攻篮板，石伯恩，小夫赶快过来协防啊！但是也让外围的阿吉有了出手的机会。